家好，我们是 SH48， 我是戴萌，我是莫涵。吃这个还能长高，你多吃点。你傻傻呀！真的，很难老吃。我尝尝。吃这个不长高。你要聪明吗？吃完之后就变成你那样。这个东西他吃一口还瘦，我们两个吃一口胖十斤。其实今天我们才是灵魂人物，对吧？我们才是老大。来来，手卡给我吧。来。转得很忘我，张氏呢觉得这样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老头子。于是呢就当街卖起了杂碎汤的小摊儿，来卖我家的杂碎。什么东西？哎呦！这世界很酷。